跳伞不敢饿，抵抗敢天命都坚持力爆满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条哥，你看我身上这套衣服怎么样呢？这就是刚刚这个礼包当中的这套粉色衣服啊，叫做这个浪漫花束套装，还是非常不错。来吧，这一期咱们要测试的是这个幸运绝地宝箱，这个里面说实话只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，那就是这个玫瑰之刺啊。这是谁的呢？这是这个应该是啊，应该不出意外应该是撬棍的。来吧，开抽哟。喂，去兄弟们，天哪，第一发第一个宝箱抽出来机械机头罩，我去啊，呦我去，兄弟们上来第一发绝杀这个顶级头套，我的天哪，太帅了吧老公，我去，第二发平底锅，我的天哪，朋友们我受不了了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。那第三发呢？第三发来个玫瑰刺，快点老公。哎，第三发来了个头饰，最后一发老公绝杀玫瑰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完蛋完蛋，哎呀真的完蛋了朋友们，我的天哪，哈哈，真的完蛋了，我的天啊，哈哈，老公送了个抽奖券，是哪个的丰厚点赞，好过分啊朋友们，这个不过非常厉害，你看我们抽出来一个头一个这个一个这个，连出三个东西，我的天哪，太牛了吧，这个哎，这个中奖几率也太高了朋友们，让我有点稍微有点受不了啊，哈哈，真的朋友们，我完全没有想到啊，上来第一发你竟然就抽中了永久的东西，我的天哪，这也真的是太帅了吧朋友们，大家说对不对，太爽了，这种感觉好舒服，哈哈，来吧，啥也别说了，接下来咱们就来测试一下吧，先戴上头套，我去，这个头套一戴就有点过分了兄弟们，对不对，这个戴的有点小尴尬，哈哈，长得不是太那个啥，不是太不是太理想吧，我记得还有个帽子，对，还有一个你看，哈哈，更加个性，天哪，头上是个鸟窝，我的天，哎，算了吧别戴了，哈哈，你戴的算了，戴个鸟窝吧，你戴这个出门我说实话啊，不被人笑死，说咋就咋。再看一下那个平底锅，平底锅上面好像也是鸟窝，我记得是啊，鸟窝，哈哈，看到没有朋友们，平底锅上面也是鸟窝，我的天哪啊，老公你这是鸟窝战队吧，还是赶回来吧，平底锅就带我们这个顶级平底锅，然后应该是这个撬棍当中的一个皮肤没有抽到，其实我想要个那个大家知道吧，其实想要的是那个头的话，还改回来吧，改成我们那个卡通的比较好一点，对吧朋友们，嘿嘿，不慌啊，一会儿咱们再来抽那个撬棍，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